第一次见到亚莲，他就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饿肚子。他的履历上清楚地记录着，过于单纯，经常被骗，导致任务失败率很高。不被雇主认可还要坚持的善良举动，有点意思。虽然他永远挂着温和的表情，但脸上的伤疤依旧彰显着不为人知的过往。与众不同的服饰也昭示外来者的身份。能够轻松掌控两把力量完全不同的剑，是非常不容小觑的力量。但他最珍惜的竟然是那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的剑鞘。无论是谁都会被他本能般的战斗天赋所折服。两把剑交错连斩之间，将两种不同的力量变换使用，让人惊叹。但谁又能想到他最致命的一击也能为伙伴提供最坚实的守护呢？真是有趣。单纯善良的本心和骇人的战斗天赋矛盾，但又让人惊喜。他靠自己赢得了这次雇佣的机会。至于我是谁，命运会给你答案。